江新庆先生在文革的时候劳动改造，只能洗瓶子和养猪。一个小学校长的女儿5岁啊，一直下痢不止，半年了到处求医都没有效果，没有腹痛，没有里急后重，能找到养猪的江先生。江先生问患儿面色如何，说面色潮红。他说久痢血必多伤阴，面不黄而反红，是阳湿阴烈而上犯，颇似伤寒之带阳症，久恐生变，下湿热未攘，内虚又泄，赶紧下沈氏尊生方，并嘱咐不要吃冷腻辛辣的东西。患儿服了3剂之后就止血了，6剂就痊愈了，到现在都30多年了，一直没有复发。